这好像是民国五六十年代那个烧的煤球，民国五六十年代那个烧那个番薯叶的那种煤球，脱炭，怎么会在这个溪畔呢？哦，你看还有这种鱼啊，活杀了你看。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洪水时期，然后它跑到那个上面的田，跑到上面的田，等到洪水退了，来不及退了，不知道要流到水里，它死掉了。这可能也可能是在上面那个田地那边挖下来这里的。